中生刚好是进入青春期的年纪，好，学校都会安排性教育的课程，是每个学生最期待的一堂课。以下是关于性的有趣知识，请问何者错误？错误 A， 何者性爱后越快入睡的男人身体越差？阴公呀。B， 英国间谍会利用精液作为隐形墨水。C， 男人在死亡后仍有可能勃起。好，来，错哪里有？错的，何者是错的？对。想的，性爱后越快入睡的男人身体越差，不是？你都是很快入睡，所以你身体是？因为我赶快睡，要除非下一次，以防他又说，哎，我又来了。对，那男人在死后的人有可能会不，因为他血液还没有完全停止。你会不会是一半就睡着？还是对方一半就睡着？太老了吧？选定了吗 ？A， 就是 A， 错的。恭喜答对。是吗？哎，真的呢。法国性医学的研究人员说，男人的大脑皮层跟神经肌肉在高潮处短暂，而且高度而且短暂兴奋状态，会随着兴奋感消散而迅速减退。所以亲热后男人入睡越快，代表身体修复能力越准。很准，我一睡翻了，哎，好准，睡翻，真的。可以不要演吧？你那是，你那个是马上疯，你那个是，我要叫救护车了。然后英国间谍会利用精液作为隐形墨水。哇，这个太哦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但是因为味道太浓了，所以失败。男人在死亡后仍会可能勃起哦。哦，绞索是对小脑施压，所以跟脊髓损伤有关系啊。检查尸体有无死亡勃起，被法医学当作是一种判断死亡前是否有受虐的方法。哦，受虐有勃起代表受虐，就是你被如果是这样子勒死的，可能就是会勃起，他会刺激到这个链，他就会勃起，一掀开，他是被勒死的，铁证如山啊，手里还握着凶器，一柱擎天，勒死了，他是被勒死的，手不要动，被自己勒死啊，各位现在是人家录10500。对上10000哦！哎呦，把它超车了哦！好紧张哦！初恋，直接给人听上去的。好，初恋都爱心了啊！初恋，请出题。男女在还没正式成为情侣前，需要经历一段互相探索认识的时期。哎，根据网络温度计的统计，请问以下何者是女生反感的暧昧行为第一名？哦 ，A， 积极照三餐问候 ；B， 反感自以为帅的摸头杀 ；C， 不顾对方意愿接送。第一名，这个你这个很难呢，这个真的请抢答。哦，好，来，只能用猜的。最女生反感的就是你不顾对方的意愿接送哦，人家没讲，然后你就在那里等。对，就是你才刚开始暧昧，双方都彼此要有交友的空间哦。那你一直要去接送，代表你要监视我。对，你莫名我的时间被你说，我他妈没有跟你在一起。对对对，认为是这样。没有想说啊，积极照三餐问候 OK 啊，你东西放门口，我就自己。摸头杀有碰到身体，摸头杀也不舒服哦。如果没有，你摸可以，不要压，不要压。我是压头杀。我爱你，那个我要报警了，报警。答案是 C， 不顾对方意愿接受，答错。好，正确答案是摸头吗？摸头杀，看到没有？真的是没有，因为如果是帅的男生摸头会真的晕倒。对呀，可是如果是丑男摸的男生，好，那现在就暧昧了啊，问题就出在。没有反感，他摸的不是女生的头，不，如果是自己的头，那你自己摸，没有，就是因为在暧昧当中，我们连牵手都没有，不能太多了，不能太多，对 ，over， 你 touch 到身体，肢体接触就，但是我也认为是莫名其妙的接送。
对，很像不顾你前啊。曲哥会这样莫名其妙出现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都会事先跟我讲好，会等我。我爸就会，我爸。哦，你爸跟他爸不一样。哎，而且我爸是买那种野狼业务，然后直接在我妈下班的门口这样停在大门口这样。这么哇，他怎么自己这个脸啊？这种这样摸头杀，自以为是的摸头一起玩吗？对，上车。他算出啊，就直接昏了。他 OK OK， 好，9500现在又被逆转了。来，对，9500对10000，来下面一题。